Hello， 大家好。喂，订阅咗我未呢？各位朋友，唔该晒，帮帮手提下我出片啦。今日呢，就其实开紧车去拉拉坡，咁就本身拍下成个项目俾大家睇嘅，由 Times Square 至到慈厂街，中间经过拉拉坡。拉拉坡以前就系半山巴监狱，呢一段路都曾经充满咗我嘅少少故事喺里边嘅。咁今集就同大家讲下少少我过去嘅故事啦。喺我2014年嚟到吉隆坡开始正式做生意嘅时候，都问过我身边啲朋友，咦呢个监狱其实有冇得参观啊？咁嗰阵时，佢哋都话冇啦，因为当初只系开放过一个好短嘅时间作为博物馆。但系因为可能政府对于呢个监狱嘅管理啊各样问题，佢哋唔系太中意保留呢段历史，所以最后都系好快脆就取消咗呢个博物馆啦。今日嚟到拉拉坡，虽然已经冇得参观呢个咁有历史价值嘅监狱，但系我都选择由呢个监狱大门进入拉拉坡，俾翻少少仪式感自己，同埋回忆下自己同吉隆坡总系结下不解之缘。我嘅呢段往事就应该系喺2003-04年到嘅。其实都不知道是第几次来到吉隆坡的了，但是去到这次才真真正正留意到有这个监狱的存在。话说当年还是很年轻的我，无论事业感情都非常稳定，在那个时候想寻求一些向外发展的机会，但是很不幸遇到某些事情，一下子很短的时间，我一次过要面对感情、事业、金钱、健康各样的问题，同一时间打击落我身上，真是太年轻了，个人没办法消化到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问题。其实那时的情绪精神状态是混乱到我拿起份报纸没办法清楚读到一句的出来，更加我需要写一句完整的文字是没办法写到出来的。每晚是不可能睡得着觉，就算睡得着觉是会喊醒嗌醒，是吓亲身边所有的人的。会当时好好彩有朋友收留了我，因为我根本没办法负担起我自己住宿的问题，但是我朋友也很担心我，因为他们就是每晚会发觉，咦 Teddy 是睡不到觉的，夜晚黑会喊醒的，是会无端端发噩梦大嗌的。其实真的很令人担心啊，那段时间，但是都差不多最少维持了半年这样的状态。我朋友都有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他都要拍拖的嘛，他没有理由长期照顾我的嘛。但是我也都很怕被我家人看到我这个状态，他们也都会更加担心我咯。其实我都不知道是我家人特意知道这样的情况，特意安排啊，还是怎样原因。他们安排了去美国探亲戚，会离开香港屋企几个月，所以我就有这个机会搬回去自己屋企住了。当时我有朋友知道我这个状态一个人住着，那他就很好心说，不如我拿我的飞行里数换张机票给你，跟着我过来吉隆坡一起开会散下心啦。在那段时间我根本没想到好定不好，我朋友就已经帮我安排了。在我出发那天，其实我全副身家，不论现金、银行户口里面，大概只是剩下1500港币左右。当然了，我这个散心根本没什么需要消费，因为我根本没有胃口吃任何东西，也都没有兴趣买任何东西，只不过我朋友想带着我在身边，去恐防我一个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危险意外，会有什么事发生，所以我只不过是一个好像活死人一样跟着他走。我都记得我是来到吉隆坡拿了1000港币兑了做马币，都叫做有少少 cash 旁身。来到吉隆坡第二朝早，我朋友召他正常行程去了开会开工，我就拿了他部相机就去到 Times Square， 想着怎么都要消磨少少时间。当我去到 Times Square 的时候，发觉很多人很多人，个心好不舒服，好怕见到这么多人。跟着我就在他旁边门走出去，沿着条路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行了去哪里。行了一小段路，我就发觉我身边开始有很多很高的围墙在这里，我完全不知道那里是监狱来的。直到行啊行啊，行到一个大门前面，它完全没有写任何东西，我停一停看一看。但是其实我那一刻我高头停一停看一看，我是才发觉自己整个面整个心口都是湿晒，不是汗来的，原来我一路走是一路疯狂地流眼泪。原来我自己连流眼泪我自己都没有知觉，我一路走的时候原来我不停地流眼泪。但是我其实完全麻木了一样，无所谓，继续好像一个活尸那样向前一直走一直走。我不知道走了多久，但是大概我认得这里，咦，好像差不多到慈厂街了，可能应该烈日当空了。我发觉我件衫同我的面其实已经完全风干了，掹得好紧。在我眼前面突然间见到一个应该是印度教的修士，我本来是拍不到相，因为我的手很震很震，我霎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拎起部相机就拍了他一张相。这个我形容为是我重新开始的生活第一张相。经过这三日两夜的吉隆坡，我回到香港，其实这一刻我全部资产是剩下大约港币500元左右。我好记得那时是冬天来的，其实我连开暖气都不够胆，因为我好担心月尾我是没有钱交电费，我是完全没有钱给其他任何的费用的。记得那时我差不多有半个月至到一个月都是每一日吃一两个面包，甚至乎有时是买一大条白面包就已经可以吃到三四日。但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没办法应付到我本来应该做到的工作，但是始终要面对现实，我唯有找一些很简单的工作，例如搬下电脑啊，甚至乎在地盘上帮人家放下线啊，做下 cabling。 我完全没有介意过是任何工作咯，我记得都大大话话做了三四份这些这样的临时工的。所以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家，就是由这500元开始的。又可以这样说，我是由吉隆坡 Times Square 至到慈厂街这一段路重新开始了我这个第二段的人生的。可能真的刚刚这段时间就是跌得到去最谷底谷底，也都被吉隆坡这个太阳晒醒了我。回到来香港，重新做人，重新面对生活，一步一步努力重新来过。所以吉隆坡永远都好像跟我愣住没完没了的关系在这里。